是1968年属猴，请您帮我看一下我的婚姻，还有业障啊，还有身上有没有灵性，功课怎么做，然后每天要念多少张小房子。68年属猴的是吧？我现在告诉你啊，台长看到什么就说什么的，我不客气的。你先生在不在这里啊？我没有先生。啊，没有是吧？那我就随便讲了啊。这个老这老猴子，这个猴子啊，蛮大的，就你呀、啊，现在这个图腾蛮大的，而且这个猴子呢，是一个手啊和一个脚呢在这棵树上。还有一个手一个脚呢是在那个树上，也就是说你现在可能有两个人都很喜欢你，听得懂吗？心中有的。那么现在呢，我现在看到你是犹豫不决。没有，你听我讲，哪怕人家是哎呀没关系的，你有男朋友在这里，我讲出来了，你怕人家看见，就是有人喜欢你也没关系，就不一定你喜欢他，明白了吗？现在你有这个选择，两棵树，听得懂吧？哎，不要紧张了。我告诉你，现在看到的图腾就是这个样子。但是呢，这个猴子呢非常有经验，我看。谈恋爱一定很有经验，听得懂吧？啊，我现在告诉你，那个你现在如果根据这个情况，你必须要自己判断。如果想婚姻要好的话，我劝你每天最好给自己念17遍心经，好吧？然后你要求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感情方面能够好，能够找到自己好的那个恋人，就是自己要跟菩萨讲的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你呢，这个人呢，其他倒没什么，就是有一点你一定要当心的，就是气量还很大。你看起来气量很大，实际上你就算表面上不生气，但是你在里面呢、啊、心里面就生气，听得懂吗？而且你忘记不掉，而且你这个人今后将来呢还有人来负责做，给你做生意，开心吗？那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你就直接问好了，我什么时候想发财？什么时候啊？现在有人找过你没有啊？对，看见吗？缘分来了吧？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就这个生意，你发不了大财的。我没有同意，我说好像不可以。啊，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是一个男的。你不要想想再讲了，台长会不知道的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在半年当中还会有一个，听得懂吗？你这个人有财运。你前世做过功德，所以你这辈子财运还是有，但是你的感情运很差。我就告诉你，你谈恋爱不会谈得很长的，你就算结了婚之后，你也会吵吵闹闹的。所以你必须要每天要念经，要念什么经？解结咒49遍，消灾吉祥神咒49遍，你才会慢慢的好起来。你人不坏，想的太多，人也很聪明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好了。台长，就是我在2006年从楼梯上摔下来过，所以就是我的右半身一直都是不是很舒服。属什么、啊？台长。68年属猴。哎呀，摔在你的腰啊，受到影响了，右半边主要是腰和大腿。这里下面这个一点骨骼，还有腰的上面一点点。对，我是觉得我的右后边那个胯骨那个腰骨。台长说的对不对啊？我告诉你，摔到腰和胯骨这个地方是重的着落点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虽然有痛，但是没有大问题，明白了吗？当时你就医治过，没有什么大问题。但是伤到你的肌肉和伤到你的很深的肌肉和一点骨头，所以你不要太担心，你只不过在走路走的时间
间长，站的时间长，或者突然之间奔跑的时候，会觉得酸痛，会觉得有点，哎呀，这个腿怎么不敢这样，对不对？对。对人家再好一点，谈恋爱的话对人家好一点，你太厉害了，听得懂吗？哎，不要马上为人家拿信用卡。稍微晚一点啊，人家会。好了，还有什么问题啊？可不可以帮我吗？还有啊，我再讲一句话，就是说你的命比较硬，如果你真的找到个男朋友的话，感情很好的话，你不要跟他太接近，听得懂吗？不能天天黏在一起，就是说晚上见个面啊，白天，因为你的命很硬，如果你跟这个男的整天黏在一起的话，就是说他会身体不好啦，他会有些影响的。所以人家就是说，那个女人有的时候命很硬啊，但是呢，并不是说会吵架。命硬的话呢，就是说只要在一起，跟对方就会身体不好，或者事业上不顺利。所以你呢，以后碰到人呢，就是说以你出面做一些事情，可能对他会更好一点，好吗？那我还可以问我妈妈吗？不能问啊，只能问一个。还有一个，要不然你问那个过世的人，或者你就问，问他的有没有灵性，只能问有他身上有没有灵性，其他我不讲了。就是那我身上有没有灵性？在腰这个地方，哎呀，你在这个腰啊，这个地方一圈呐，都是黑的，你的腰特别当心啊。一个就是你的，你可能这个血液有问题，就是说你可能摔伤之后啊，紫啊发紫啊，里面这个血液系统产生问题了，所以你的腰现在很痛啊。你听得懂吗？还有，我还看到很多鱼啊，活鱼啊。就你过去可能吃了很多活鱼的。嗯，这其实我生完人差不多是吃素的。你生什么呀？你生出来就吃素啊？不是，就是我。你小时候吃的不算的。那我不知道。你吃素？你吃素？你是真吃素还是假吃素啊？你吃了几年素啊？你像台长吃了20几年素了。差不多10年了。你是许过愿吗？没有说，就是。你吃什么素啊？肉动物吃对不对啊？鱼，活的我。活的都不吃，死的吃对吧？那叫吃素啊？不是。那哪家的理论啊？就是我来加拿大差不多10年，我自己是没有煮这些东西的。是没有煮这些东西，你什么叫吃素？你知道吗？不是活的东西不吃，反正肉啊，那些冰冻的都不能吃。听懂吗？哎，好好修了，明白了吗？然后念多少张小房子？还有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像你这种人，做个经理没问题的，你非常有才华的，就是你自己看看应该怎么样把这个才华怎么样让它横溢出来，才华横溢啊。那我应该念什么经？念心经，开开智慧，心量要大，不要斤斤计较，一定会好。每天念21遍，礼佛念2遍。礼佛我念7遍每天。你呀、啊，好了，厉害了。你是学心台大心理法门的？我以前就送过很多钱。哦，那不一样。这一个月。哎呦，你这个，如果你念七遍的话，很容易灵性激活。灵性激活的话就比较麻烦，听得懂吧？哎，你不要念的太多。礼佛大忏悔文一般的念3遍5遍就可以了，7遍就很厉害了。